据台湾地区媒体报道，11月3号晚上7点半，有记者目击张惠妹与交往3年的男友姚小健共同出席友人婚宴，两人一前一后进入婚礼会场，尽喜他人的幸福时刻。尽管相差11岁，但是自从2012年公布恋情后，这对姐弟恋走得相当稳定。只是已经年过40的阿妹一直不急着结婚，不知道这次见证友人的幸福之后，能不能激起阿妹那颗恨嫁的心呢？